利益付发起人张伟丽。从这刻开始，将有24位热爱拳击的明星选手，在这个拳台燃烧他们的激情，释放他们的热爱。而我，将为这个拳台的所有拳手注入格斗的热血和精神，让你们眼中的柔美展现阳刚之美，让舞台笑将化身拳台猛将，让片场的花拳绣腿在赛场变得有板有眼，让不被看好的漂亮用漂亮一击粉碎所有质疑。可以被打败，但绝不会被打倒。全力以赴的拼搏最精彩，全力以赴的我们 Let's fight。